身高的话是快167，对，6.6就是快67，然后体重这是92公分的肚围，加起来的话，就在六个月左右，加起来大概56公斤，给你们参考一下。然后穿的是 S 号，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件的弹性，它这件的弹性超级大，非常非常大，身高比较高的，胸部比较大的时候，裆会比较卡住一点点，但它本身弹性是非常大，所以如果你是产后啊，就比较肉肉的人的话，这个是非常 OK， 不用担心。说这个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哎、欸，它有弹性啊，它有弹性，它是有弹性，了解，弹性很大，就是整条都是弹性，它是隐藏型口袋，有口袋，有口袋。然后身上是黄色，对，这是黄色，有黄色、灰色跟黑色三个颜色，这个、觉得它不是那种灰，灰还蛮气质的。没有含上衣哈，上衣是我们自己搭配的，上衣是自己搭配的。啊，竹马家很少卖套装，他们家都是分开卖的。大概160到165，其实小田也还可以啦。哦，小田166.5也还可以。这样知道了吗？哈，所以如果要的要喊 B40003+1。我觉得如果你会怕说内裤怎么办，就选黑色是最好的。